大家 DC 道，今次就会介绍一份啱啱好新鲜滚热辣出的港铁出了一份车站指南，就是博览馆站车站指南。咁就系2017年5月，咁同机场一样嘅，同机场嗰份嚟。咁就博览馆站蓝色为主，蓝色为主啦。咁啊，个影咗地表就影咗地，即系封面啊。个地点就系呢个亚洲博物馆嘅门口，有蓝嗰个标志，嗰啲 logo。咁就系咁啊，港铁无端端会出呢两份就系、是，即系博览馆同机场呢两份。咁啊，啲机场下次先会介绍嘅。咁就吓。咁就好幸，唔係好幸運嘅，咁就好少貨啦，的確。咁第時都多出多牛鋪嘅啫。咁我又唔係第一，即係我又唔係第一時間拎啊嘛。山長水遠去拎就係、是、車程都唔係車啊車程，車費都貴到七，就係貴到七彩啊。咁就。即係舊陣係冇車站指南啊嘛，得呢兩份冇指南啊嘛，其實咁就係咯，唔知點解突然間指出，突然間出呢啲應該可我估應該就係多人搭，所以整個嚟整個車站指南啊，呢兩個廢嘅抌咗佢，我抌咗佢都唔會用，抌咗佢都唔睇一次先。暂时碑池打开嚟睇下啦，喂，吓，打开街道图啦，咁啊见到系个街道图印埋机场同博览馆嘅站嘅，咁地标差唔多都系，差唔多啦，小部分系机场，大部分都系博览馆，咁啊。一條機場快線連接啦，哇！即係機場快線連接佢一次先。咁就地標有成17個地標嘅，就係兩邊係有人讀噶啦。咦？上邊冇絕嘅，因為冇絕嘅咁怪，咁死怪喎，真係好怪喎。呢个系咪1、2、3、4？跟住，咦？呢个系9嘅，冇5、6、7，系啊，黐线，阿伟啊上，就系咯，睇翻前面咁个位置，咁啊，我地标的位置俾你睇嘅都全部沿海。其实博览馆填海出嚟，即系机场博览馆呢啲全部填海嘅门，啊，机场站啦，就机场博览馆全部填海出嚟，咁就到服务时间啦，服务时间。OK， 咁就电话，行到北面成日最差嘅安排，除咗爬山之外，其他可以自己搭出入。咁就呢个就博览馆站嘅位置图，即系结构啦。咁啊，见到系极之长咯，其实呢个位系咯，仲有七卡其实。啊，点解机场快线七卡唔系八卡？咁一卡系？司機駕駛室嚟，唔載客。通常七卡載客，
即通常白卡有七卡在下，一卡唔在下，就俾司機用嘅，霸咗曬黐線。就係幾鬼死長咯，真係。喺呢度咧就下半身啊廢嘅，呢個下半身黐撚線，呢個下半身啊廢到死嘅，呢個先有用嘅真係。就整咁多個下半身乜鬼用咩？正正常常好啦嘛啫，咁真係。呢个系乜咁啊？就呢个就铁路1.6嘅路线图啦。讲完啦，乜到模型啦咁啊？到模型方面，咁啊睇咗少少去机场嘅路轨嘅，啱唔啱？呢个一号月台啊。这个是无用的，这个废的，其实这个是后备台的，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在机场来先，机场来啊，然后来到这里就落下面了，落回下面，然后就调，即是转轨了，就要转轨，转去啱那个路轨，跟住就要進入呢個一號台，就係呢個。跟住咧，呢道門咧，呢道門就噔噔打開啦。啊，跟住上落客啦，跟住就掉頭。因為呢啲咧就係冇，呢啲係唔准入嘅，即係列車唔可以咁樣入啊。就應該要停一停，因為費事爆炸應該。即係撞埋佢係會爆炸嘅。就除非有啲列車特別要停喺呢個位啦，就掉完頭之後就離開啦，離開就直去，跟住喺下邊機轉個彎，就喺下邊機場站下邊度接人，咪單月台啊都係機場，咁就啊。機場我下次先介紹啦，咁就都生出，所以拎兩份車人之人次先，真係啊！就今次呢份博覽館站嘅車站之南同埋呢個模型就介紹到呢度啦，咁就下次再見啦。Bye.